大家好，我是彭佳慧，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啊、如果你问我最想去哪个国家玩，其实我去过了很多次美国，但我好多个好朋友都住在旧金山，我还蛮想念旧金山的那个气氛啊、冰冰冷冷的氛围，我天气，然后坐在路边喝杯咖啡，然后我的朋友好久没有见的这些好朋友可以跟我一起聊聊天，然后可能开着车往赫兹古堡或者是到Napa Valley 去喝杯小酒，喝个红酒。我觉得在旧金山那种蜿蜒我还蛮喜欢的，所以好想要去旧金山哦。